我一个榴莲就把一个姑娘打到了。哎，你想好喊我一个？还给你想了办法，你就每天拿个化妆再唱点歌，你那歌声再加上你那帅气脸庞，绝对到位，嘎、嗯！比你送榴莲好点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妹儿。今天哈是我们在那里摆摊卖榴莲的第四天。很多朋友就是看到我们的视频跑过来支照顾我们啊，支持我们，在这里感谢大家。我还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都问师兄，为啥子喊我妈妈还在喊娘娘，为啥子不喊妈妈？我们这边要正式办了酒之后，然后领了证办了酒才正式改口喊妈妈和爸爸，但是像婆婆啊大妈要过来那些，她都是跟到我喊，未必你们那里就是耍朋友过后的都直接就改口了，就不需要那些仪式感那些了吗？其实喊妈妈要这个，难道你不想要改口费了？也是哈，但是还是把以后把那些所有的事情办好了过后我们再改嘛，对不对？走，我去吃了点啥子吃，拿来卖呀，一天都在吃。昨天有个开了的，然后今天熟了的时候卖给人家也不好得噻，我就自己吃了噻，是不是？嗯，拿来嘛，得到了。天哇，这个再不吃不得了。哎，那次卖真的，我还一个都没吃。哦哟，快看看，来来来。嗯，好安逸。今天是一直忙到起，忙到起都在光在卖，没带到你吃到，晓得吗？先把那个全部剥到盒子头，开始进刀吃。你吃噻，你吃噻，你吃你吃。强哥，真的。哎，手套。第一头啊！哎呀，你不要那么讲究嘛。你咋讲究？哎，你喊了就是拿回来哦。拿回来。只吃一坨，手套啊。甜。怎么样，甜噻？哎，那哈子你看到没有？好多那么多人，那么闹人，看那些年轻点的啊，乖点的啊，感觉小总噻，我感觉你有那方面天赋，多聊会儿，多摆会儿。要得啦，有美女过来直接送。你送了把钱给了多少？我跟你说。你可以送，但是你要自己贴进来了。但是啊，遇到那种一个榴莲送个榴莲存在呀，噶，哎，还可以那种。我一个榴莲就把一个姑娘打到了。哎，你想好喊我一个？哎，后头不是那哈人流量，明天那两天周末嘛，然后平时人少点，我还给你想个办法，你就每天拿个化妆再唱点歌，你那歌声再加上你那帅气脸庞，绝对到位，噶，比你送榴莲好点嘛。嗯，好，你整起音响那种最高配那种啊。啥子？歌声不够，音响还凑啊？他爸，我强过的音哦，那啥子？歌声还是够的哈。哦，真的优质的。来，俺们吃的，快吃啊！嘿，看到开榴莲了都不拢来坐到那里。我不吃。快吃，快整吃一套给我卖的都不吃，快点，快吃。我这是臭的，我不吃。快点了，他是三嘴儿玩。